观众朋友，欢迎回到娱乐漫谈。到了 GMCC 万通贷款的时间，介绍我们两位嘉宾出场。James 你好。主持人你好，大家好。John Ma Top Producer John 你好。周乐你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好的，我们在这个贷款的环境都蛮低的这个 juncture 啊。对。那请 James 先来介绍一下 Cupertino 的 office expand 了。对对对对对，面积变得很大。对对，我们增加了4000 square feet， 非常方方正正，我加了非常大的 conference， 这样我们每个周、oh. 我们每个礼拜 training 哈、啊，非常 modernized。然后呢，我也欢迎大家同行如果有兴趣换跑道看一下我们公司。当然。还有呢，我们也准备了 MS 考试 lesson class， 如果他们大家有兴趣从事这一行。的考 license 考出来嘛，可以请他们跟我联系到那个 info@gmccloan.com， 或者加盟我们公司的可以短信到6509961988，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公司。我想我们这个 expansion 4000 square feet 是好几个之前就定了， yeah, oh. 这个不完全是跟疫情有关。我觉得我们公司的平台很好，那个铺款非常多，等一下 John 会介绍啊。不管你是 self employed 用一年报税记录做的，一年 tax return 啊、1099什么做都可以，或者你说第一次买房子5% down， 或者你小房换大房，大房小房不卖掉，直接把大房先买下来也可以这么做。就我们公司很多 program， 这样会帮助我们消费者真正的达到他美国梦嘛，很重要。当然了，除了我们以前讲的，大家如果大家几年前买 rental property 增值以后 cash out rental 啊，或者 equity 很多了60%了，上次讲一讲到那个利息跟 owner keeper 都一样的，30年3点几的那个 rental 利息真的好了一塌糊涂，7年可以很低。所以说我觉得公司平台非常重要。那么我们公司自己一直很 proud， 我们 program 非常强，我们靠近我们自己是 PhD of lending， 所以说很多朋友过来技术培的公司，他做了10几年20年，他说：“哎呀 ，James， 这怎么 GCC 就 program 好多？”我说：“慢慢来。”其实我们有几百个 program， 基本100多 invest， 那你只学会几个你就做得很好。但是你不知道每个消费者表他还带个包了，他说：“我 bonus 待不到2年，刚刚换工作怎么办？有 job gap。”我们有个 job gap， 一般的有 job gap， 有新工作将不弄的话，你如果换公司了，你6个月有 job gap， 要待6个月以后才可以申请，我们3个月就可以。就是很多很多 program 帮助消费者，但是我是觉得哈，关键有这么湾区这么多朋友啊，南加很多2000万人很多嘛，所以我们公司一直想在找好的贷款顾问，就加入我们公司跟我们，这样可以帮助到更好消费者。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呢，麻烦他们短信到6509961981982。对，但是我是觉得，但有个小的要求，就是任何人加入我们公司，我希望他们很 positive， 很 passionate 哈。另外呢，我觉得要 willing to learn。我觉得这个 learning 的是变化太多了，我每天都非常 humble， 每天在学习。我希望大家有个学习的精神。那你这样的话，你可以做得很好，就可以帮到非常多的消费者，更赶上时代的前进嘛。当然。我说这样就是这边就非常好，他就非常认真、兢兢业业，而且最好跟我比的话，最大优点讲得比较慢一点，你呢？我讲太快，好多朋友说这次讲得很好，就听不大懂啊，这太快了。我说那你来参加我们training就好了。我现在都已经听得很习惯了，对。等一下，我其实真的要请教，好好介绍一下我们很多好的 program。那我先转给江好吗？江，现在的利息这么低哦，如果说自己的房屋里面的 equity 很大，然后 sitting there idle， 实在我觉得有点可惜。怎么样把它变成 smart money 呢？没错，哎，那个周乐你说的很好哈。现在前一阵子这个10年的棒都跌到亿以下了，曾经哈，那这个利率真的是非常低。然后我就觉得现在这些钱感觉就是 free money 啊，你为什么不用，对吧？所以就像你说的，要这些是你要用你的，把你的钱用得很 smart。怎么 smart？ 对于我们来讲，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客人可以从你的房子 equity 里拿钱出来，然后再去投资，这是 smart money。降息就表示这个 prime rate 也降低了，是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这 cash out 了各方面对我们都是有优势的，没错。这样的话，你 cash out 的拿钱，那个利率都很低，3% 啊，4% 的，你随便到外边去做一个投资，超过这个 return 的投资很容易找得到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就像前一阵我们也是推过这种自住房，然后你如果60% LTV 的话，你30年固定可以做到3.375 APR 啊，3.5的 APR。cash out 是 jumbo loan cash out， 是非常好的 program， 利率也是非常的低。当然有的客人说哦，这个可能60% LTV 还是。好像也拿的钱不是够多，我们可以，如果你自住房的话，我们可以拿到90% LTV， 当然利率稍微高一点，但是呢 compared to 这个 history 这个
这个利率是非常好的利率。像如果你有投资房呢，我们也可以做到80%的 LTV 利率。投资房，华人朋友的投资房啊，一般来讲都已经是在负4%以上的。那我的了解 ，GMCC 的这种投资房，不管是哪一种 program， 都低过四了。是没错，就是你即使开 shell 的话，有一些 program 你都可以拿到四以下。那前几个礼拜是说 fix program 是最低，现在这种7年啦、5年的 ARM 也变成也更低了。是，通常的话，这种 ARM program 都要比 fix 的 program 利率要低一些。但是呢，通常我们的 program 都是7年的，现在5年的就很那个利率也没有好多少，但是7年呢、10年呢、15年这种 ARM 都是非常好的利，而且7年、10年、15年是一个非常的 term。我经常问我的客人说，我说你自己想一想，你的贷款有没有任何一个贷款超过7年？他去想想，没有。所以其实是非常非常长非常长的这个一个时间了，也算是 safety net。对，也是很安全的。对，补充一下家长，如果你的 investment program 即使 cash out 如果 LTV 的话，都可以做到 low 3啊，3.几，当然查收入啊，概括，所以非常好的 program， 我觉得一定找我们公司贷款跟我咨询一下。好的。那在同行之间呢，如果朋友们想要换跑道，要来 GMCC 看一下，没错。希望大家可以文字短讯到650-996-1982，650-996-1982。在3月份呢，还是每个礼拜有3天，都是在不一样的地方，没错，有 open house。比如说像 Cupertino 就是礼拜五，没错，礼拜五下午2点我们有 open house。两点，对。但是麻烦你一定要短信到650-996-1982来坑分一下。对，好，那这个贷款已经大年已经很多了啊，很久了。那今年又是一个贷款的大年，那希望这个光景一直好下去。您觉得2020年从现在一直到年底，都是在低利息的环境中吗？对，其实我等一下叫再解释一下那个 purchase market 1099 program 哈，但是我稍微讲一下，其实 JP Morgan 之前就讲到，今年 cut 2次，已经 cut 50 basis point， 那么下半年甚至明年年初还会再 cut， 因为整个经济走向嘛，所以总共利息还是蛮低的，希望大家充分加以利用。那个John要讲一下那个一年报税。One tax return 1099是提下，这个主要是给 purchase market， 对，主要是给自雇人士，他们拿1099表的这种 program 呢，我们可通常如果你是自雇人士的话，你的 income 因为 deduct 好多的expense， 所以你的收入可能不是很漂亮。但是这种 program 我们只看你1099表，我们用90%你那个上面的 number 作为你的收入。当然如果比如说你有你的太太或者先生他是 W2 income， 我们也可以把 W2 income 加上，而且利率非常好，是可以到4或者更低。我补充说明一下，那个John刚才做过一个 case， 一个 realtor 找他哈，他赚了80万， write off 也才30万，他买300万没机会，但是用80万90%就可以做。太好了，讲到这个地方真是令我们的观众朋友兴奋。今天非常感谢 James， 谢谢你。好，谢谢。也谢谢John，谢谢你。好，谢谢。下次空中再见。好的，观众朋友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全部结束。我是周乐，祝周末愉快。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，晚安，拜拜。